为让民众体验台南山上16号甜蜜蜜采果乐的凤梨农情活动，山上区农会于5月28日上午召开食农教育创新整合记者会，介绍食农体验主题活动现场，并展示游程内容及当季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和在地伴手礼。这次凤梨农情由农民周清勇果园率先开跑，陆续会再结合张家果园芭乐、兰科植物园兰花、山上区农会加工厂一系列的体验活动，希望透过食农教育，让大家都能更加了解山上农产业。欢迎各地民众踊跃报名参与，即日起关注山上区农会 FB 相关资讯进行报名。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红林表示，农会办理四场次系列活动，今年扩大办理，以区内丰富的农业资源，打造富含教育意义且充满趣味的食农体验活动。今天我们山上区农会来办这个食农教育，主要是要跟咱消费者互动，哦，佮办这个 DIY， 做这往来应酬。啊，长期以来，阮农会为着这个咱山上的产地，主要是种这个台农16号甜蜜蜜，占有80%的产量，啊，20%是咱的金钻凤梨，啊，咱进市面上上流通的，就是这两项品种。啊，长期以来，咱农会为着要互消费者知影讲，咱山上生产的台农16号甜蜜蜜，伊要哪吃？主要做个消费者拢唔捌，就是讲看到这青皮，也唔敢抬，拢也更好黄，想讲安尼抬较好吃。啊，所以讲阮去消费者去北部安尼一直行销，消费者吼一直了解讲这个品种原来青青伊就是够好吃。啊，希望消费者吼对这个产品的特性会当来了解，啊来帮助咱农民，让咱农民知影讲种出来这个物件伊的气候，啊消费者嘛会认同。啊，尤其即马咱16号当个大出，吼，哦，是当好食，啊，所以希望咱消费者伫迄个市场，啊是讲通路顶端，有买到咱山上的甜蜜蜜青皮，咱会当食用啊。尤其是鲜果，三四天来食是当好食的时阵，啊，咱农会嘛有着帮助农民吼，哦，来延长这个销售期，毛收工往来来做这个往来应酬，啊吼，哦，来平常时啊，咱煮这个往来苦瓜粿这个料理，吼，哦，就是咱这个做的食农教育。来，我消费者讲，这有水果做这个往来应酬，搁加一个通路，搁加一个迄个会当用的物件。啊，尤其往来果干，咱农会帮农民收工，这做往来果干是全天然原味，都没有添加剂。啊，希望咱各位消费者看到的时候，若讲今年雨水少，往来甜度才高，这绝对无南糖的。啊，希望讲这段时间，咱台南生产的水果往来是当着时，大家多多甲咱消费。